这条带有自嘲性质的微博一发布，让支持的网友大为振奋，赞起幽默、聪明、大气。而每每出现在镜头前都是一副美艳不可方物的汤唯，竟被网友调侃长得像黄渤，这闹的又是哪一出？像吗？你刚好跟大家说的黄渤长得女神一秒变黄渤，这角度，这笑容，这法令纹，网友们可是纷纷坐不住了。当然了，一切都是善意的玩笑，如果能有片方瞅准机会，力邀汤唯、黄渤出演一部电影，片名就叫《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》，会不会票房火爆呢？我相信每个人笑得最开心的时候都是那样的，大家只是偶尔不小心才发现了我的特质，其实我是个男生。明明是气质女神，却被调侃撞脸黄渤。一向特立独行的汤唯不仅不介意，甚至还自黑是男生。不过自黑也要把握分寸，这不，陈坤的自黑就让网友抓住了把柄。